那我们是不是得先那个？那我们先得对镜头说我们、哦、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像好像个微商团。好，照着好看不好看。三二一，哎，等一下，你在干嘛？开外卖。好，三二一 ，Hello， 大家好。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录一个不笑挑战，具体呢来高雪艺。太难了！哎，高雪艺，开始，您介绍一下对称的图形规则。规则就是，呢，看一些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人家觉得很搞笑的视频，然后觉得大家都憋不住的一些视频，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憋住。确实。然后呢，我们输了的人会有惩罚。那我们说一下那个惩罚哈，惩罚呢就是有三种惩罚，然后我们到时候输的人要。摇骰子去抽，然后就是摇骰子摇到一二，这个惩罚呢是跟就选一个人吃 pokey 好吧，然后第二个惩罚是，第二个惩罚是就是你的微信聊天的那个列表，最近聊天里面的就是那个顺序，选择团内的第几个人，第三个人吧，然后给他打电话说。想你了好吧，看他的反应。然后第三种惩罚就是摇到五六的惩罚是就是大家用口红在他的脸上画一些什么东西就好，好吧。嗯，这个六分钟怎么样？嗯，不知道，先试一下，反正一直录着呢。嗯，爱会小鸟们，梳理好情绪，不要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哎，是笑了就输，还是笑出声输？嗯，笑出声吧。好，因为笑出声。哎，但是那种这种呢？这种吧，这种就输了。不，只要不那个什么前仰后翻。哦，就是这样微笑可以讲。对，这样只要好。不要林叔，请不要斜眉。就是为了就这样就不行，好，试一下。没事，我们真的开始了。记一次，等一下啊，先记一下啊，他们俩输了是吧？不是，他们农业品笑我才笑的。反正你们俩就输了，好，这轮我和高雪艺赢。耶，好，第二个。奶瓶笑了。奶瓶啊，奶瓶太厉害了。哦，好，第二局，第二局奶瓶输，好，我们三个赢了啊，来，第三局。好，奶瓶又笑，刚刚就不算一次，停下来，不算一次，好，我没有整理好，真搞笑，你不要动我，整理好，整理好，游戏时间，整理完快递找传真率，我坐到脸就齐了，飞机的话等等等等。我等会儿我等会儿我买张飞鸟枪，我带着我的手机回去了。我要快点看飞机的话，先骑单车。先你们来了，快点和别人玩这么求生欲的游戏。我穿着短裙正在打架，但是我这个不行，我正在打篮球。我在跟下次忽然发生运动会，但是虽然没有得到。啊！等会儿等不住了。我今天是运动会，但是我今天得搬家，然后打完这个球。我在睡觉的时候梦见我在睡觉，我觉得是一个破球。嗯，算不上。我现在还是在跟爹妈在玩火把。足球，打吧。我看到我的地面在蒸汽波里面流着汗水。我确实在你的眼皮。你觉得哪里好笑？我觉得不像，你觉得很好笑，尬的要死。不是，刚才真的很尬，就是没有人一个笑。哎、我们是积分还是？我们是积，然后整个视频看完谁最多谁那个。那我刚刚，我这样刚刚笑的莫名其妙，因为我真的觉得四个人都不笑，特别高兴。确实，我们就绝两个。刚刚都要，说实话，我都要看睡着了。我也是，真的有点无聊，你知道吗？好，那下面一个，还说。憋不住的一键三连，说实话真没人给他投。不要说这么搞笑。好，大家让我先缓缓。通车人物。
本人打工的我。这个音乐为什么很伤感？这很像那个你知道那种商场的那种，他就是在盖模嘛。哦哦哦，那挺厉害，哇，好厉害，柔柔那种。结束了。那这一局，那肯定是奶瓶，奶瓶一直在笑。你先算了。哎，但是刚刚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到底算不算笑呢？就是我们也算笑，我觉得看谁笑的多，看谁笑的幅度大。那就是奶瓶，他一直在家，没有停过。那好，那我们这一轮奶瓶输，奶瓶头上记一分，然后排名第二是你，嗯，第三是我，第四他。我刚刚都不说实话。嗯 ，OK， 那手机摇骰子吧。OK。那奶瓶和林淑琴刚刚输了，对吧？你们两个来摇一下骰子，选择你们两个惩罚。这是我们每一轮呢会惩罚两个人。先摇吧。林淑琴四是吃 pocket， 选一个人吃 pocket。啊，真的吗？嗯，一二。哎，不是，第一个一二是吃 pocket， 四是那个选第三个人。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聊天，第三个人团内的第三，不是通讯录，团内的通讯录肯定不一样啊。对啊，那这个上面是。就是你最近跟团内不算老师，不算老师，不算老师，三个人。好了，是我，走啊，是你。那你就打电话给奶。那你打吧。耶，太好了，对。喂。好无聊的声音。喂，奶瓶。嗯。要说什么来着？说你想他。喂，奶瓶，我好想你。哦。啊，好，那没事了，拜拜拜。你摇吧，嗯，你给我摇。不要又选到林淑琴，给他打电话去还他一个。哎，如果知道刚刚那种打电话就三，就在这里。可以。三也是选一个人。我的手机呢？电话。你。不会是林淑琴？好敬意，好敬意。哦，好，有一点点期待。他根本不会。喂。你在干嘛？在房间待着呢。我想你了。你在玩大冒险吗？没有啊。放屁！你为什么这样觉得？放屁！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在跟你玩真心话。滚滚滚，加速！他不信。哎，这种招数真的很奇怪，昨天刚玩过，今天又玩。在直播。在直播哎。开个玩笑，没有在直播。没有在直播，没有在直播。但是也差不多了。现在把柄在我们手上好紧确实，你真的有把柄。我们在录视频。好了，那就这样结束你们，拜拜拜拜，好建议拜拜，拜拜好。我真的觉得最搞笑的就是我们四个谁也不跳，你就特别搞笑。哦，说吧。有声看我说我还删啊，全场最 boring 惩罚来了。那我先吗？嗯。真有点无语了，小淑琴，我不信，你自己看，郭爽、奶瓶、许阳，这比那个什么边上条件都好笑，说说。袁一席，最好笑的东西在他的手机里。滴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喂，先睡会儿。喂，小淑琴，怎么了？你在哪里呢？我在家里呢。我能跟你说一个事情吗？啥事儿？你爸爸妈妈不在旁边吧？我看看。哦，他们刚出去了。哦，那太好了。我跟你，哎，等一下，我看看我爸爸妈妈在不在。哦，不在。好了，那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哎，奶瓶，你先别插嘴。奶瓶在你旁边。哦，对呀、啊，我先看。哎，泡雪衣不是在你旁边吗？哎，现在憋笑挑战，你和能源，你看我们小品的时候不能笑，要不然就。
然就惩罚。你言归正传好吗？你待会儿到底有什么事？我要写论文了。哦，好吧，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你。嗯，你说错台词了。哦，对不起，对不起，说错，对不起，蒋淑婷，我说错了，我再说一次。我刚刚口无遮拦，我不小心说话不过大脑，我说错了。好吧，我想说，我想你。你怎么语塞了？我想回应，可以直接挂掉，说实话，不要为难自己了。哦，谢谢小晴，我也想你。嗯，你是什么光？是握手会电话。我喜欢的人不喜欢。好，嗯，拜拜拜拜。下次见，下次见，我的时间到了啊。嗯，拜拜。我的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stop 来了。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好，啊，闭眼睛。你想怎么画？另外可爱一点的话，你直接画在我嘴上算了。哦，补个妆吧，不是。哦，好了，我 OK， 我。但是另外可爱一点的。你把灰妆印脸上，完了。嗯 ，OK。哎呀，蛮可爱的。什么？不是，是心碎。为什么画了心碎啊？因为我随便画的。为什么画心碎？哎，这个是要算的。好了，加一分。好笑。你们都算了啊？这太好笑了吧？三个都算啊？啊，那这个，那我们个人加一分吗？蛮搞笑的。你也很好笑。我觉得剪的很搞笑。嗯，这个。啊，奶瓶的笑点跟我们真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我们觉得很奶瓶。我觉得这个里面最搞笑的就是那个是。哎，颜值突然上升很多。哎，真的。七八五六七八个位置的表情。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录了一个不笑挑战，大家都挑战的特别成功。然后我们四个人呢，都挑战。哎，先惩罚最多啊，不会是我吧？反正你们俩，嗯，不是吗？然后就是，我就最后一次惩罚一下。然后就是每个人都受到了惩罚，然后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求大家不要睡着，不要像我们这样睡着。拜拜。